Do you know the mountains are home to almost half of all terrestrial species? As ordinary people like you and me, what can we do to participate in forest conservation? 在城市离森林较远的人呢，其实啊，我们也可以说去到这个更多的、更自然的地方啊，来体验啊老百姓啊他们的一个生活，他们跟森林的关系，这样能帮助我们了解啊森林跟啊人的关系啊，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啊更多的保护的工作中。不管是你对某一个植物感兴趣，某一棵树感兴趣，甚至某一个昆虫，那么他们对这个森林啊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啊，所以有需要有一个热爱自然，或者说关爱自然，还有观察自然的这么一个心态。